断舍离平台，有形物资的舍，无形心灵的得。捐款都是属于慈济的这个慈善基金，大家都是很欢喜的在平台里面。最重要是把东西reuse 啊，就是重用，不要让它的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手上断掉。慈济志工方素好把父亲生前经营的水晶店物品捐出，放到了断舍离平台。父亲人不在了嘛，但是他的东西放在家里面也没有用途，所以我想到说，哎，发这个愿能够舍出去，然后舍出去呢，大家又可以布施出来，可以帮助这些钱，又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所以等一下为我爸爸制服，看到哎，原来很适合自己感恩户的物品的时候呢，都会先跟认识的法亲打一个招呼，请把这个物品留下，然后再问感恩户适不适合。不只是可以把大家的爱心化为功德海，也可以造福我们的感恩户。在生活上学习放下，把不需要的转为善的力量。戴新闻冯绿心马下报道。